朋友们好，快过年了，每一年在过年前我就要做点老三样。哪老三样呢？寒烧白、甜烧白、烧十斤给我的亲人和朋友们啊。今天我准备了四片五花肉来做寒烧白跟甜烧白，我们先把五花肉煮出来。都选的是金五花哈，鸡洗好了哇？啊，把炒多，等下煮的时候，刀子打干净，再汤上药。来捞出来了之后，要开始剁洞洞了。这个样子炸出来的皮子，它才抛才好看。我们要寒烧白、甜烧白，今天都是用的麸皮哈。这个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抹的是糖色哈。抹了糖色之后，它炸出来颜色才好看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抹蜂蜜、抹白醋，这都可以的哈。每个地方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效果哈，大体是差不多的，有一点点出入。这起码十五二十万了。先给大家看一份甜烧白，哎呀，八十一百，漂亮得很。再来一份寒烧白看哈，哇，随便来一份。没了，八十一百哈，对了。